松下 6K 相机 G9， 怪机是可以改无线路，不停机，不会热档，买相机送稳定器活动实施中，欢迎选购。现在 G9 没有无线路的情形之下， 4K 60P 呢只能从10分钟开始，好，停机，好，它会只能10分钟线路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规格的 4K 60P 之后呢，记忆卡的这个原本10分钟的封印呢也获得了解除，变成25分钟。好的，随着你的卡越大，当然它就能够有越长时间的无线录影效果。感谢大家。当我们用在这个1080的状态下呢，好，按录，它是从 29.5 就是等于30分钟以内就对了。好，停，它又回到30分，就是会有限制录影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改好无线路之后呢，就要让它无线录影。好，当我们做所谓的这个改机之后呢，1080的部分就变成了2小时19分。啊，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那个4K 的部分啊，4K 的部分是不是格式上能不能获得无线路的效果 ？MPEG-4 改好25分钟 ，MPEG-4 30P 改好38分钟。24P 38分钟 ，FHD 60P 2小时19分钟 ，FHD 30P 呢3小时05分钟，录得很够本哦。那么 AVCHD 的部分呢，可以到2小时20分钟，3小时51分钟，2小时43分钟，24P 来到了2小时43分钟，谢谢大家。